红哥先吃，先吃饭，先好好好好。红哥，怎么咋？你是不是得欠家？行，走，来走，吃饭。红哥，哎，辉哥还认不认识？你认识吗？辉哥嘛。好几年没有见。哎呀，是辉哥，确实好多年了。今天特意给辉哥喊过来了。中，好，中，好。不客气啊。好，中，好。那个倩倩，我记得你最爱吃排骨了。红哥，我不吃，你吃。啊？我也不吃。不是你。哎，婶儿，你也坐这吃呗，婶儿。我吃个菜，你先吃啊。那好啊。那中，好，你这好。啊，好，不要听这个，中，好好。倩倩说闺女回来这几天了，你也不吭气儿，我一人在这儿真的累了。陪着一上跟倩倩说吧，工资吧，这儿让你给我配上。那今年跟先生买的房子有没没吃啊？跟孩子说吧，倩倩家里这人给看见说没人啊。